活动前，苗栗地区的慈济志工走上街头宣导，鼓励民众来参加。活动当天，年轻人蔡兴豪第一号报到。出发点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好的事情，那也可以，如果真的配对到，也可以帮到人家。 身材清瘦的曾小姐第一次抽血的血量不足，需要再来一次，但她很勇敢。在苗栗园区长照中心上班的温小姐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，也来参加。有机会帮到别人，真的就像帮自己一样，因为地球人就是都在同个大家庭生活嘛。像你这样。云林地区的这场验血活动，捐髓者现身说法。 能够做他人生命中的贵人，而且无损智商，真的是很骄傲的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来穿上这一件背心，好吗？好。大林慈济医院护理师徐燕平负责抽血工作，顺便带四个侄子一起来验血。姑姑告诉我这里有捐血建档的活动，我捐了10cc，希望未来有机会。 可以救到需要的人。抽血建档这件事情，生病人有个机会，然后还有救人一命，然后又无损己身。不管是夫妻档或是同事，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验血活动，希望血癌病患多一份重生的机会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云林苗栗综合报道。